七十五，七十五，有啦，七十五，五，你要坐到有啊，安尼我再先来渡船头。 好。因为我们四个点嘛，是就是第四个点，一开始是在云顶。红云在香客大楼。是啊，因为人要来收钱，我爱甲因讲，迄个安怎收啊？红茹，红茹，走走走。嗯，刚才你，啊，就有咧落雨吗？ 无，无，啊，你无应该规身躯，赶紧呢，卫生局。淑珍，你要口罩，你要不要戴？嘿，叫阿总呢，这无较惊伊。摄影师还没有吃早餐呢。好，好，好，哎，这边翕相在龙眼哦。 爱当着，对，透水对吧？哎，对，爱当着啊！哈，阿婆，阿婆是 A 啦，你若讲遐也无微博，只可能就阿婆。 骑车子后面，然后再骑那只柱子，然后再点。好，没事了，开始。 向后推一点，向后推一点，向后推一点。没有啊，你那边不要动了。这边再后推一点。
亲爱的桥段，赶快听话，赶快领早餐，谢谢。啊，是爱跟你。可以啊。不要。没有错。你们来，龙亚姐。刚才在拿香碗，快点。然后，亲亲的同学。快点啦，吃一吃啊！你今晚是搞什么气氛好点了？来来来来，哎，放开！快点快点！能听音乐搞不了，你就看尾杯。每一个区域，他画最基本的。你好吗？可以讲。你比准备通道吗？你讲的对啦，我讲看。不要不要，不要，请回家。了解一下，免得误导，谢谢。希望讲速度较紧啦，所以你迄个是工读生可能爱 stand by，
人听起就爱报警，唔通搁等，一个人等十秒。不啦，是两名后面。那假设，假设，哎，拢来了，拢来了。徛遐就好啊。哎呀，你坐遐创啥啦？引导人员，然后各位哈，麻烦待会，待会待命区域就是后面的帐篷，然后前面这边将袋子里面的彩带拿出来，背在公庙的主委他们的代表人上面，背好之后呢，他们会跟你们说他是哪，看到哪一个背带拿起来之后，你们就要去找对应的牌子，走到那边的帐篷，走到那边的帐篷。等他排队进到庙里面的大殿参拜，他们进到庙里面大殿参拜的时候，牌子举着，这样举着，你们要走到大殿的这边，在那边等他们参拜完之后，再带他们出来到前面红毯区，了解吗？容易吗？容易吗？好，来啊，好，来啊，各位刚刚辛苦了。
这个因为风灾的问题吼，啊，大家吼拢战战兢兢啦。啊，我有人来寄人吼，咱去妈祖吼，啊来甲咱庇佑吼，哦，这届吼，咱的活动会当顺顺。啊，这届吼，真正爱感谢咱所有委员代表，啊，咱的上青团，以及咱所有志工，啊，甲咱海事学校，啊，这的那个同学们，啊，大家吼，跟我们天猫公配合，因为这吼，这届。咱办了吼，要五十栋后，较会阁办一届。啊，所以吼，我希望吼，大家把这届咱的这活动吼，很珍惜的把它弄好。这个一旦五十栋来是到五十栋后是一个历史的。啊，所以吼，我希望大家吼，一旦珍惜，把这届办好势。啊，感谢大家今仔日共同来参与，多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。感谢咱各位吼，啊，我比较吼。简单大家来报告今仔日的流程啊，有当时啊按迄支号话无来开咧，我简单报一个即流程。按今仔日只吼，按九点就开始报道，九点就是开始报道，就是直接来报道啦。啊，报道吼的头前吼，按有麻烦就按曾总监吼，啊曾主委吼，啊伫即个迄个安尼停车场哦，爱遐个引导入来，引导入来。啊，直接嘛要感谢着咱安平派出所吼，伊今仔日拢头前拢安照管哦，伊安尼车拢全部是立伫安尼停车场哦。啊，停车场了出来，出来之后就是黄龙敏吼，黄龙敏黄常务吼，爱直接报道，啊报道安尼分大家处，安尼更新啦吼。安尼，环保施工，即个导览施工地方，伊遐施工吼，啊会当办签到，啊会当咧甲即个花，啊甲拜买彩带，啊出来了吼，迄个李贤德，贤德走，贤德吼，伊就伫遮讲哦，啊某某叫某某注意，欢迎某某叫某某注意，所以你啊着安尼。即、这个某某宫的委员代表，也是董事会，啊来到着按安平开的天后宫，用按安平嘛参香，啊你要过来吼，啊就是即个按团长率领按即个按即个长辈吼，举手哦，就做团结人呢，来遮跑步啊队的，啊种跑步啊队的，哦对，来传呢跑步啊队的，啊有欢迎哦欢迎。啊！你后啊，就入去遐参拜，就是遐参拜。啊，参拜完的时阵一出来，俺就会伫即个头前吼，因为落雨，啊，所以今仔当石像分店，等人啦，较无雨，若无雨，俺会刷出来遮，来遮翕相。因为即、這个俺即、啊這个庙宇吼，啊，翕过圣母安澜，这就是俺的标志。所以吼，俺若无雨，俺特别刷出来遮来翕相。翕相了吼，翕相了，俺就要抓嘴，俺即届吼会特色。甲同一个班的特色无共款的倒咧，俺会坚持着俺安平特有的历史文化古迹，啊，所以会带因去世五个古迹，包括如金坛，包括剑西，包括西龙殿，包括这个东兴洋行甲金小姐，啊，伫遐哩安着坐船啊。连他是全国第一个坐船啊入去饭店的，坐船啊入去饭店的都安第一班的，所以吼、哦，虽然讲要差不多十分钟，啊，但是这个意义就是讲，安天佑宫原来爱负责着安安平经济，安的善男信女拢有钱赚，啊，有经济通收入，啊，所以安的坐船啊过。啊，坐船啊过了，来就开会啊，啊来就要用餐啦，吼、哦，啊伫餐厅内底用餐，伫餐厅内底开会，啊落雨落较袂要紧啦，安尼，啊所以即、這个诸位好，我啦马祖祈求讲，差不多即摆开始到十二点，拜托，唔忙落雨，啊吼唔忙落雨，安尼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啊迄、那个吼、哦，啊，诶拢同意啊吼，吼拢同意啊，马祖问讲好，你拢同意，我也同意就对啦，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按了吼，整个的一个设计吼，真的非常显现我们安平啦热情，按台南市哦好客精神。啊，所以按今仔日迄个脑血花动得着，啊是我脑血花药都没有关系，按用欢喜的心、欢喜的笑容，啊来迎接着外宾，吼啊，所以即个代表管理员会，咱的志工，啊咱的乡，迄个我单位讲一个感谢你，讲一个感谢你。非常的感谢，谢谢。我说你这样嘛哈，你某个嘛，哎呀，哎呦。
翕落嘛上镜头。本地就是安尼啊。嘿啊，你要上镜头咧。这家下趟拢有吃吼。OK 啦，谢谢。好。OK， 好，谢谢。